欢迎收看三哥搞说球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2024年全国女排锦标赛天津女排对阵上海女排的一场重点赛。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一局，现在是9-6。比赛一，看看这边又是上海队发球，好的，再救起来，漂亮。这边又看看啊，上海队7-9，再得一分。比赛继续，上海队发球，再救。好的，这边王一竹的扣球，一个吊球，王一竹再扣，无功了。大斜扣，王一竹的扣球，这边10-7领先着上海。比赛继续。看看，这边继续孟豆的发球，上海队扣球，再得一分，10-8了。比赛继续，上海队继续发球，然后第二局打疯了。比赛一，再救，哇，漂亮！这边是夏思佳的扣球被拦了，10-9，追的只差一分了。比赛一，上海队继续发球，好的。贝飞，漂亮。杨毅的扣球，这边天津队再得一分。比赛一，今天天津队第二局绝地反击啊！看这球。比赛一，好的，再扣。上海的回球，这边夏思佳和杨毅的双人拉网，12-9了。今天夏思佳和杨毅啊配合的不错。王一竹的发球，看看这球啊。比赛继续，再救，漂亮！这边又是好的，12-10了，双方打疯了啊！